今天来到小鹿文具所，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小鹿原创纸胶带的 sample 非常有春天的气息，和星球天纸见面多少次都完全不会腻。风格非常多元的邮票贴纸，活泼和复古的色彩都超级抢眼。壮观的钢笔墨水们，小小一罐大惊奇啊。五彩缤纷的颜色全部试给你看，可爱的小裸男又来啦，有够俏皮的。我们去年刚入手的 MD 笔记本真的是非常 good。 活泼的小男孩与他可爱的小伙伴们，印章狂热者赶快来吧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好多可爱的小印章。我们再来进入 TN 美妙又有质感的小世界吧。充满神秘感的小抽屉们，每一格都是惊喜哟。文具店人生走一回，不晓得您有没有和这个标语一样，一起沉溺在文具杂货里面呢？关于小鹿文具所有任何问题或感想的话，都欢迎在频道或 IG 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探店之旅，我们下次见。